中国海燕 X 水下滑翔机万米深渊观测科学考察近日顺利结束，海燕 X 最大下潜深度达10619米，刷新了尤其保持的水下滑翔机下潜深度8213米的世界纪录。在本航次共开展连续5天的综合调查，共获得观测剖面45个，充分验证了海燕 X 水下滑翔机在深渊环境下的工作可靠性。